在大批纳米楼落成竞争下，租金只会越租越平。北角豪宅海船开放式单位，月租再失守20000元，较高峰期大跌30%。业界认为租金仍然贵，20000租太古城好过啦。大大间两房。市场消息指，海船本月手中租务成交为5A 座中层 F 室，实用面积286方尺，开放式间隔，刚以1.9万元租出，尺租66.4元。该单位2019年旧租为20000元，最新成交价已跌穿20000元，跌幅5%。业主2018年7月以1050万元买入单位，租金回报率2.1厘。翻查成交纪录，海船同类千万汤房，2年前入伙初期，最高纪录曾以2.7万元租出，尺租逼近100元。如今租金较高峰期大幅回落30%，启德新楼租金回报率更低于2厘水平。香港置业吴仁杰表示，龙誉2A 座高层 B 室，实用面积890方尺，业主2017年以2231.2万元买入，最新以3.33万元租出，尺租37.4元，租金回报率仅1.8厘。